好，我们快速的来，哦，来进行。你学会骑脚踏车之后，你之后肯定还是会骑，只是需要一点唤醒。刘元凯今天担任到先发，有犯规产生的。Chroma 中距离跳投短了 ，Cousins 进攻篮板传出来。云豹第三波的机会，克罗马踩了个欧洲步上篮，没有，他正想补，没有进。哇，整个体系还在磨合、哦。小刘元凯给到 Cousins 地板球，给到篮下的 Kiwi。哇，这个给球就给得很。Cousins 这边是有犯规了，苏玉金被吹了犯规，给到 Cousins， 再转到左侧的高景伟外线有空档，他选择出手得分。哇！结果发失误，哇！把球抄回来，秀塔双手暴扣 ，Cousins 来到台湾之后的第一个 field goal。这也是 DeMarcus Cousins 表弟来到台湾的第一场比赛。那在第一节感觉 Cousins 还在跟队友磨合，那自己这球被挤掉了。转换过来，转换快攻的机会，高景伟自己上，哇！那现在来看暂停回来，金恩直接杀到篮筐附近啊，结果裁判哨音先响了。Cousins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分进账哦，整体出手。克罗马给到 Cousins， 出手了，去杀昏。进了第一个球以后，就会大量去做到出手。哇 ！Cousins 最后一。张博胜现在来到场上 ，Cousins 要到了猎鹰的犯规，高俊伟再给 Cousins 背筐，转身转移到另一侧的 Kiwi 外线发射，俊杀 Cousins 目前十投两中的 field goal， 篮下有犯规的产生，顺畅。克罗马给到 Cousins。扛开了对手，上篮得分。然后呢，猎鹰是没有讨回任何的落后。哦，对，布拉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黄镇的外线没有 ，Cousins 进攻篮板，双手扣篮得分。今天 DeMarcus Cousins 得分上双十一分了。区域联防啊。Cousins 往里面扛，两分他要到了，这米可完全顶不住他，他真的太有力。